上来去叫所有人来，所有的媒体都给我上线，来，我们有要干大事。你知道这个包包柜上是30出头万，你知道我拿多少钱吗？90，所以你们就知道，如果他是假的，我他妈翻那个代购，我弄他祖宗18代。4月26号，女人我最大录影，让王美一秒变王美。王思佳手上拿的4个爱马仕包，不管是皮革、把手、翻盖还是 logo， 统统被质疑假。你们的声音我有听见，那我们就先看验包的过程。那这次我们就是拿一个包包，验也不便宜，要7500。先别管节目包和验货包有没有一样了，小红书鉴定团正式参战，在网络一一比对王思佳过去晒过的香奈儿精品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粉红系列的迷你包礼盒。我先确定一下，你这个大概花了88万台币。它有分很多的尺寸，那这个就是迷你版的，所以就很可爱，好不好？就像这样小小的一个啊，好迷之。跟大家交流一下，女生很爱买的一些小饰品，就像男生嘛，这一柜呢就是我所谓的品牌区啦，不能说有品牌迷思，我对某些东西我有特殊的爱好。这个可以说是我的梦想包包，它其实每一面都是有钻，我在家都把它像贡品一样供着。那我再问你一次，好，多少钱？同厂加印啦，这个是一个 vintage， 我有个黑白的，我其实心心念念最想要的是这个桃粉色，我就请我的朋友去帮我找了一个这个，有一个粉红色你要看吧，我跟你讲这个保存状况好，非常的良好，然后他就说你看是不是写你名字，我只能说是我名字。我们会请代购，所以你有时候买东西要看，你可以问我 ，OK， 下次。